咱们能稍微正常点儿吗？不是有烛光莲花让上法报，就是那说转世了还要掉段的，干啥呀？这一天天还有说干吃不胖的，那怎么的？我一天能他妈胖20斤呢？能不能正常点？这人与人最基本的沟流都现在都不会了吗？太可怕了！云顶之弈不就是比谁更云吗？是吗？太可怕了！我只能说我很无语。海克斯有星界没？有星界我就来包你。你就见过我吃过两把鸡，那我还就见过你发过这一次弹幕呢，说啥呀？还得说两下子，上包你扔了吧，上个小七亚娜。这不赌包女吗？不赌了，没有海克斯不厉害，没有回血海克斯太弱了。算了，等一波吧。
赢过。怎么有点弹幕就非得要刷刷屏呢？干嘛呀？不想说话可以不用说。还是来两个前排。你这猛升级谁也打不过你，这是啥意思呢？我还需要一把羊刀。攻速你不要，大剑你不要，你专他妈挑磨炕着跟那大棒子。那我这是先上无尽呢，还是先上巨杀呢？巨杀比较重要。现在就有个问题。上无尽还是上巨杀？无尽有什么用？因为我有两个套子，我两个套子消化不掉，我得配一个无尽，配个那个水银呢。要么我就等一下羊刀。上个偷，哎呀，上个偷，我的水银就没了。不过也行，我觉得，我偷一手。剑魔上金鳞龙，啊，三金鳞龙，金鳞龙给的啥呀？破玩意儿没用啊！御金师之杖有个屁用啊！
北风速。完了，没多了，咋整？你也滚蛋吧！还是给塞纳吧，先。塞纳是你爹？是啊，塞纳一星就是我爹，他二星怎么的呢？塞纳二星怎么的不好用吗？挺好用的呀，我觉得。2600虚区怎么的了呢？冷知识：塞纳吃攻击力加成，也吃法强啊，这不魔法伤害吗？让我拿金鳞龙文章，我不拿，我不玩金龙，而且这把金龙装备肯定不好。三金龙一破法杖。拉人口吧，拉人口上南刀，人口就不拉了，好多板豪啊，塞纳能打个屁钱，那我乌鸦打下波还不行吗？这么多攻速啊，那我得要。好多攻速啊，
是没道理的。一星乌鸦打个勾八千，我也觉得那不一星乌鸦能打个勾八的钱呢，他能打啥钱呢？他有塞纳厉害吗？这个皎月是真离谱。他妈零伤害，我操你妹了！打他妈零伤害，为啥是零啊？为啥是零？你给我解释一下子。好意思呢，还在这打伤害呢。给我打个零还好意思说话。两块，看看人家侠，四块。你再看看你。看看人家侠。为啥不三怒一两迅捷？那不是少个那个神龙吗？这把刀侠怎么连个同行都没有啊？那我不无敌了吗？我操！再来，再来！你是真会爆啊！神龙直接不要了，两轮直接拉上去，黄土给。这侠也太猛了，跟他妈收集者一样，给我一顿收钱，这把吃了，兄弟们，开个预言来。下边直接拉人口，哎呀，我升错了，这边升的有点快。下边直接拉人口，锁血，拉快了。
直接复制宝莲圣，连不了圣。两星的侠也锁不住血。你等我下波的，我现在61滴血，我可以小贪一轮啊，我保个50滴血差不多。哎呦我操，这侠怎么这打人就是必出，就必出钱呗，就是打死一个肯定出钱。48下波直接无敌。开地。这个可以不要，魔抗侠正好两星，拿个全套。给错了，那怎么办？这狂徒给谁呀？没人给了，感觉好像给错了。差张腰子，可以给猪。这样分配应该没啥问题。砍隐没用，砍隐可以换腰子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我现在没有腰子，所以我就只能先上砍隐了。这把感觉怎么多一个人口啊？
茂龙没开哈，但也不需要开了呀，这还开啥呀？齐亚娜可以不用上，齐亚娜有没有都行，这无敌了呀。这不已经无敌了吗？我拉人口上一张奥恩就完事了，或者上一张派克。给耗子拿个功能性装备，什么旗子啊，什么手套子，给个功能装备就完事了呗，这叫无敌。这俩卖了吧，迅速拉人口。男刀升不了三，升三也不厉害，所以我们直接不要。我们直接迅速拉人口，下波直接补一个银马。银马给我出来一个，我现在就有点怕刺儿，别的我都不怕，我就怕这刺客拉夫。收宝，比他先收。哎呀，还他妈闪避了，我操！还在闪避呢。画龙女吓什么呢？上不去呀，龙女啊，上不去，不要了。玩具。
给租啊，不太想给租，想给巴德。其实我想给亚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刺客，我比较怕那家刺儿。啊，不用怕了，死了他。速战速决吧！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他死了，那我就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他死了，我们就无敌了。齐亚娜，齐亚娜没东西换呢。齐亚娜两费卡，要他干啥呀？没用。没东西换，不换了。换猪不换猪，猪都不换，齐亚娜不没有用那玩意儿呢。两个风暴龙有啥用啊？10%最大生命值，哎，有个屁用！你拉倒，真是没用。我就把这两张给他赶紧升级就完事了。我把奥恩升了，奥恩升不上去，我就找派克。啥也不懂，别叭叭了。啊，别叭叭了，啥也不懂。风暴打的是个全场控制，风暴全场控制一秒，有个屁用？那一秒放个屁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了，还一秒呢？放个屁就结束的东西，还非得给一个，给他干啥？速战速决吧！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情况不妙，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。三星亚索不追了，追个侠吧，亚索不一定追得上去。那我应该把那亚索都拿着，他正好差一张。不过这亚索装备不行，没用，他打不过我，应该带走了。他一滴血，全剩一滴血呗。全剩一滴血了呗，高端购物来了，我有巴德啊，我这巴德早就上了。这群控他咋玩啊？我们这团控他咋玩啊？他没法玩啊！暗翼查看巴德收集的音符是吗？收集了多少个呀？
我操，他捏了个两全侠出来，那也没用。卡一共多少张啊？12张，12张，那就还有呗。那我选秀拿一张，完事我再递一张。你要选啥呀？你要选这个呀？那不能给你。这么的吧，你把侠卖了，我把奶妈卖了，怎么样？这样吧，我把奶妈卖了，你把侠卖了，怎么样？交易一波，你觉得行不行？这就叫做千锤百炼。要不然咱俩在这互相卡着，你也打不过我，你没有胜算呢。嗯，什么意思？男刀删了，男刀狗都不追。人家卖了，是吧？那我也卖，我的。他卖了，他不说话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交不交易呀。他不说话，这人你这不找骂逼？你问也不说话。我走不走？我卖了，你弟吧。我有了，你呢？你还没有啊？你有吧？你有了，你这不有了吗？我也有了，结账。没同行那把的刀侠，没办法，太猛了。没办法，没同行，太狠了，兄弟们。
这底下这都是一些歪瓜裂枣，全都是这塞分，这不都玩具吗？这塞分。下机吧，下机呀。要不来把乘胜追击吧，怎么样？我乘胜追击吧。